啥事啊？叫我来这儿？你来了啊？我寻思今天吃个饭，你上次给你转钱你也没收，这不是正好到饭点了吗？啊，吃饭呢？吃饭不用了，我还以为你有啥急事呢。这屋给我发微信，吃饭没事，不用不用，算了。啊，我其实还有点别的事儿。啥事啊？我朋友跟他对象在里边呢。每次都是我自己去，他老说我没有人要。那你啥意思？让我来干啥？寻思我们俩一起去呗，正好当我请你吃饭了。那我以什么身份吃这顿饭呢？朋友啊。啊，朋友，那不行，我还是我走吧，我走。别走啊，那顺朋友也行啊。嗯，我还是不去的好，我先撤了啊。哎，别走啊。那你看，要不这样的，我搁这坐着等你，等你那个吃完了，然后我拉你回去，你看这样行不？那要是你们这个平台如果我举报的话，你还能继续吗？我本来没想这样的。你就是逼着我，非得让我去呗，是这意思不？哎呀，走。哎，你说实话，我是以什么身份？你给我说明白点。是男朋友吗？也行。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如果我是你男朋友，你是不是得挎着我点？为啥呀？你想啊，一会儿进去了，他们一看不就明白了吗？每天不心情焦焦，想大也会烦恼，树下的灵魂忙起了除了冰箱一角。